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安的实况。那么今天呢，又回来到我们的《魔王房东》这款游戏实况啦。没错，那我们就赶快回到我们上一次的游戏内容吧，走。OK， 在上一集的时候呢，我们迎接来了我们狼人啊，这个狼人的小孩长大之后，又找到一个女朋友，又生出一个小孩啊。等着小孩长大之后，再把这个狼人踢出去。哦，然后在上一集的时候呢，也出现了我们的这个哦，这个是加里敦，很厉害的加里敦哦，伤害非常非常的高。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打什么吧。雨天冠军哦，等级提升，讨伐魔哎，太快了吧！大家好，我会不会选别的？应该可以吧 ？OK， 可以选回武士哦，不然选到也可以选回武士这样。那我们就打一点比较简单的吧，像这个什么雨天冠军。哦，连绵不断的降雨中，冒险者们接踵来袭。哦，使用在雨天变强力的怪物，将他们击退。哦，目前没有啦。哦，103，他原本是做章鱼烧屋的，他变成边走边吃记啊，边记者啊，边记者好了，边记者相对的好一点。铜制桌子跟铁哑铃，好，可以帮他买一下。运动器材。再拉高一点点房租 ，OK。爱之吊床跟镜子，镜子的话这里还可以。OK。哦，双门冰箱，来。掌上游戏机不给你买，好好读书，开心墙纸还可以，可以，把我们加速一下，哦，拆迁办的年轻人接近中。有点痛，但还行。OK， 啊，优秀的搭配。我想拉个，拉个什么？我还想说拉个那个什么，精灵族的进来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有动物深渊，好，然后跟孤幽鸟，哎呦，哦呦，两只哎，停下来，还没防御力，包夹 OK。哦，有用有用哦，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夹起来然后开扁，一体型 PC。窗用空调，你捡多呢，500块，好了，送你了。越野双门冰箱，可以拉到80块，太棒了吧！等一下看有精灵组的时候，再把房价拉低一点。至少有个电风扇。有喽！啊，不喜欢深渊组啊，好，那再见了。再见了，深渊组比较好玩。领头，夹啊！死掉了！哈哈，他死掉了！等，完了！不小心没注意到他的血量，他突然死掉了。我读个档，读个档，难受，难受。哎，我们可以收雅人组哎，其实。
哦，还有一场战斗啊，有点硬哎。我觉得拉个亚人族来好了，因为亚人族也是不错的、哦。光门冰箱，我刚刚买的都没买到，80块吧，对。PC。分叉强子，不要。腹肌锻炼器，我们一买就买这个啊。好，我要600块。魔族，哦，魔族跟亚人要选一个，那我觉得亚人比较好选。哎、欸，骷髅哎、欸，拆迁社办的女社长。哦，露娜、莱娜，大家靠腰。有这个扛的比较多，躲，发射，发射 ，OK， 跑，丢。有哎、欸，完成啦，2500块，哇，好多、哦！拆迁哦，没良心哦！因为我刚刚是解到这个，哇，难怪哦，我以为我点到的是雨天这个、欸，雨天冠军，好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还是好好的打过了，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，OK。PC OK， 好，这个就让他们玩一下，然后我顺便来筛选一下那个我们的亚人。喂，有亚人喽！然后他是一个有钱人，虽然无职，但还是有钱的哦。OK， 那我们有亚人啦。亚人的话，我们主要是吃他后期的那个后期种族的那个角色哦，特别特别的强哦，可以带着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存个档，安全安全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任务吧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打这个雨天冠军好了。OK， 确定确定。多了一个亚人族，哦，亚人族后期的都很蛮厉害的。来看一下，哦，房租不欠费，哦，非常不错。来吧，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买的。OK。有钱人44块都买得起，三色三连接近中哦，可能红黄蓝，红黄蓝法师这样。哦，原来是三个蓝色的法师。哎呦，法防没有很高，这个法防很高，可以30，一滴一滴。哦，没有没有到一滴，没有一滴那么严重，但还是很强。还是很强，还是很强。耶、yeah, ，24块，应该说200多块，240块。微波电视机、电波电视机跟一体型 PC。OK， 掌上游戏机。你很爱很多东西呢哦。OK， 哎呦，马上群星骑士团，前面不是流星骑士团，我们直接应战好了，反正没什么差。盗贼加法师，边走边吃记者 ，Go！ 咻咻咻！
欸，包夹，哦，完全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哎呦喂呀，这个又要扣血了，还好还好，他们血量满了。僵尸可能就不要再出来打了，僵尸现在血量很低。永远之蓝，好，看来蓝色法师，什么52法伤，包夹 ，OK 结束，好 ，OK OK 啊，轻松轻松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去买菜，哇，这图案好酷，去买菜 ，CD 机没有问题。电波电视机，墙壁里的老鼠啊！哦，这个哦，这是啥？这是标志物哎！木质书架。CDG CDG OK 好，那就让他们日常跑一下吧。那之后的话呢，我会尽可能就是每周每周就是好好出片啦。那因为我们上一周的关系，我们上一周没有好好出片，就变成说我们这次的八月底就不休息哦，继续应该说八月的最后的两支的出片日哦。哦，成为猎人喽！哇，我们有两只家里蹲的，哈哈哈。OK， 好，那像我们讲的一样哦，我们八月底的最后两只出片日就不休息了，我们就直接干脆就出片出到底。哇，有小孩啦！哦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数值，哦，数值还没长大不知道。哦，他们一个2824，一定会比28还高。哦，不错不错。嗯嗯，好，冒险者。哇，这脸也太逼急了吧！远程的，远程的，远程跟近战。各种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再解一个任务好了。那解个任务就结束今天这一集。他们血量有没有健康？哎、欸、哎、啊，你不是说不会欠房租？哭啊，这个人！欠房租还想给我钱？还想要东西？没有没有直接职业，我的。好了，开心强子送你了。混蛋呢？衣柜。啊，衣柜的话，这里。OK， 你也是想要衣柜？这里，好，圈插墙纸，稍有不满。OK， 还算不错。木质书架 ，OK， 统一阵线。OK， 走喽。好，我们再来解个任务吧。最后就解一个，他的名字叫头领，无限复活。哎呦，两颗星，两颗星，这个好了，一场而已。头领，来存个档，存个档啊。自称勇者接近中。啥玩意儿？这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跟什么、啊？这要算吗？好了，没关系，这个也算在内好了，毕竟它也是任务嘛。哦，这也是挺好笑的、哦。嗯，哇，这有三颗星的。哦，这两个应该是下一集，这两个加这一个，
就下一集的啦。好啦，那么感谢今天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今天的实况也差不多该到此结束咯。那么一样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在右下角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。那如果是手机观看者或是电脑观看者的话，在订阅旁边有个小小的铃铛，点下去我第一时间出片或直播会通知你们哦。那么我们就在下一集的魔王房东再见面吧，大家拜拜。